战神局决赛圈，鲨鱼的运营思路有多顶级？场上还剩20多人，且基本上在防区。杀气马果断跃到屋顶，可没想到险遭老六埋伏。这要是视力不好，还真注意不到。这个位置只要确保身后没人就安全了。很快安全区刷到了对面，鲨鱼提前挪好老马位置，随时准备进圈。前面左边二层楼已经有人，鲨鱼细节往右边二层楼封烟，刚好没人注意自己，鲨鱼一跃而下，成功摸到圈内防区。隔壁敌人已经注意到鲨鱼，待会势必会有所动作。果然还没两秒半，这守雷就招呼过来，非放置主动防御系统不可了。鲨鱼两把神器在手卡好楼梯口，谁来谁死。我很强，两把我想尽量放来。附近打得热火朝天，隔壁暂时对鲨鱼放松警惕，赶紧趁机先秒一个。双方互丢投掷物，不过好在鲨鱼有先见之明。隔壁有俩人攻楼，太过冒险，安全区再一次刷给前面防区，先进圈方为上策。已经有人盯上自己，鲨鱼不敢大意，必须把烟路铺满。成功来到防区，那就是鲨鱼的主场了。本以为人在楼上，可却听到一楼脚步，鲨鱼掐响手中雷，双方默契互丢投掷物。场上还剩最后几人，鲨鱼钢铁包近点，便再次传来脚步声，先往楼上撤方为上策。敌人居然没有第一时间猛攻上楼，而楼上也不能去，隔壁楼敌人已经往自己楼上跳了。干啥？我先躲起来，因为这个楼我们不能守住的。隔壁楼全部跳上，全部跳过来，旁边蜘蛛侠呀。这就是鲨鱼的顶级运营思路，与其费劲和两队拉扯消耗，不如静静等待时机，坐收渔翁之利。只要不露脚步，都可以刷会视频了。但手机屏幕太小，看起来不得劲咋行？现在下载抖音电脑版，大屏看游戏刷抖音更爽更高清。小窗模式，工作娱乐两不误。下载抖音电脑客户端，免费设置颜值博主专属动态壁纸。快用你的电脑下载抖音电脑版吧。鲨鱼已经有信心吃鸡了。一吃鸡不吃鸡，我叫你们爹，我这把不吃鸡，我吃鸡叫爹。敌人就在自己前面，而且还倒了一个，该出手时就出手。隔壁木乃伊已经大残，可楼梯口也来人了。鲨鱼虚晃走位试探，对面啤酒瓶在手自信猛攻。剩下敌人居然没反应，这把稳了。打上状态楼里没脚步，那肯定在围墙。鲨鱼把握机会丢雷轰炸。鲨鱼继续丢雷，再次炸倒俩人。补上一颗土豆雷，收下人头。给老子炸了，全是人头。只剩最后三人了，最后一个毒圈也要刷新了。鲨鱼扛毒吃鸡最为稳妥，细节把附近都埋上烟雾弹，防止强攻。扛毒吃鸡，鲨鱼是专业的。爆一个呀！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输。根据圈型刷新，鲨鱼站在中心点扛毒。我操！我是最中心的中心点，输到他家爷爷。鲨鱼不说没把握的话，简简单单拿下胜利。鲨鱼的技术可能不是最强的，但运营思路绝对是顶级的。多看鱼哥直播吃鸡，你也可以。